们这么热情。什么歌呢？好，接下来就是刚刚黄琦有一首歌，好像也有很多人要听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就要唱一首黄琦的台语歌，听听看好不好？看是我唱的好还是他唱的好，好吧？我们两个都不错，是思念会惊，思念会惊，谢谢。
的歌，谢谢。其实刚刚可能是工作人员想说，哎，可能让刚刚副总嘛，总经理让总经理上来玩一下，殊不知他不会，所以呢，他就在我旁边，是一直有点尴尬。那不知道他现在满意吗？满意吗？Scor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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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 ，Normal， 英文 My pleasure， 我讲英文啊，但是我就不大讲。他谢谢我，那我应该说什么 ？Normal， 沙西米瓦沙米榻榻米。对，那个美女帮我翻译一下。嗨，嗨嗨嗨嗨。
我还没有唱完呢、啊。I'm not finished yet。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嗨歌的举手。放下这些，要听我唱慢歌的举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唱什么你听什么的举手。英文啊，中间是什么呢？哦，是是是，菲律宾的朋友。哦，难怪这个反应差这么多啊！他们要英文的、啊。所以 ，any song any key， 我是都可以。哎，听得懂？那这样，再一首英文的快歌好了。OK， 等一下哈、哦，英文的快歌啊。看起来。
就嗨翻天好了。So， 给你的朋友 ，Would you like to sing with us？
我还没有唱完呢、啊。那接下来就唱慢歌好了。那请大家可以要回座的就回座。接下来唱这首《没那么简单》。谢谢。真的，中间菲律宾的朋友完全听不懂。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真的危险。没那么简单，就能找到。
己。小巨蛋演唱的经验，献给除了我自己的演唱会以外，献给了齐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What did you say？ 啊？哦哦哦哦 ，Yeah yeah yeah，I know you want to dance，but unfortunately。This is the last song for me to sing for you. I would like to sing my hit song, but it's a slow one. But I can sing it faster. 接下来是我最后一首歌，今天献给齐声所有的朋友。这是我真正的成名曲，不只是朋友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
谢谢。